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爷青回》，表演者烧饼曹鹤阳。您换一场。哎，特别荣幸啊，又一次登台演出了啊，很开心。哎，谢，这穿两年了都。今天跨年夜了。是是是，高兴高兴。对，这个其实大家伙到我们德云社来听相声啊，演员也能理解。理解什么？爱相声啊，在生活当中啊，确实确实压力大了。对，现在的社会节奏都快。哎，对了，谁都有寻找开心的理由。那可不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跟您的生活节奏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也是，对吧？啊，上班下班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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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，累死。这是一个美好的归宿啊，都是我们的归宿。没办法，生活现在都是这样，也不能那么消极，比较内卷啊啊。其实我就是想问问大家，尤其南方城市，生活节奏很快啊，是，对吧？各位，压力大吗？大，很大，该什么？该调整调整吧。注意你的语气啊！你看，叫该，他们是不是压力大？你说完这句，现在我压力很大，我怕他们上来揍你，我没跑了。哎，随便走，随便走。对，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每个人都有压力，哎，演员也是，那是当然。我们台上有压力啊。你说，观众朋友们，作为我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，传统相声相声见长啊。老说传统相声，观众说，对，需要创新与发展。说新相声呢，嗯，我又写出来，是很好的写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每个人创作能力它有限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写一新相声吧，啊，哎，主办方，我们那工作人员没给报批，今天就先聊。哎，你这么纠结这件事儿吗？啊，纠结呀，这都是压力呀，压力上观众，看完之后人满意不满意啊？反馈到演员这儿，我们也潜水看评论，都有压力。对对对，也有情况，真是这样的。我们也是入行那天就开始被网暴了，谁没事报你门啊？没报，没人报我们，没人网暴我，更有压力啊！说明连关注我的人都没有，这怎么都不对了？你都每个人都有压力，能理解。甭说工作上面啊，各位生活上面。咱们也有压力，生活有什么压力？哎呦，您不知道啊，我跟您不一样啊，我们有家庭，怎么我是孤儿啊？是吧？哪儿就那么严丝恳切告诉我们有家，我也有家庭啊。你有家庭，跟你是不是孤儿都不妨碍。你是孤儿，你也可以有家庭。我多余跟他搭了话嘛，你就说，对，我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您有其，您刚才通过这个节目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呀？真俩孩子啊，这都知道。俩男孩啊，您各位不知道，网上有统计的，统计什么？说一个男孩啊，相当于六只哈士奇。这个等式是怎么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您说我们家12只哈士奇。对，谁牵两条狗出去都难受。不是，你已经换算成。天天在家那俩孩子，我跟您说吧，啊，什么东西都惦记拆开看看。小孩儿，哎呦，刚收拾完，你看这屋里头啊，满地全是这个玩具。有孩子都知道，着急呀。对，您说我不得亲自让我媳妇收拾吗？可是你什么都没干呀，你亲自让你媳妇收拾啊？你干什么呢？你也没干活。谁说我不干活？那你哄孩子跟你有关系吗？晚上睡觉我。啊，哄睡归你。对呀，这也挺好的呀。晚上啊，我给我儿子讲睡前故事啊，一般都这么哄。您猜猜怎么着？我儿子给我捧哏，看什么？他没事儿了，接下就是这孩子。哎呦，急了啊！什么事儿？一晚上怎么又扯我这儿来了？怎么就这？你给你儿子讲什么叫你儿子给你捧哏？这叫什么话？你们爷俩一个工作单位？什么叫他给你捧哏？咱这包不是贯穿的，不是贯穿，你怎么老往我这扯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老往包袱上听呢？哦，这还是我的，不是的。我儿子给我捧哏，他往里边逮什么接什么，没有断句儿。观众朋友们，
不要自主乐好不好？我逗您，您在乐，您不要从我的言语当中发现包袱。您是一个聆听者，您不是一个挖掘者。你这种行为现在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，跟您也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不说话了，好吗？我逗您，您在乐，我就干好我的本职。我损你，你再吹我。我儿子给我捧哏，逮什么插什么，接下茬啊，各位，你讲个睡前故事都讲不明白。我说儿子，你看我干嘛呀？演你的不就完了吗？我看你都不行了吗？不行，你再讲述一件事情，不用往我这儿瞄，台上就咱俩，我们看你看谁？你看这话筒，你看我，看他们，对，就行。我说儿子，爸爸给你讲一个睡前故事。你儿子就这表情？你儿子是七几年出生的？看你都是那种表情啊！我儿子捧哏，我儿子师傅谁呀？我呀，我还没教他呢。这都是耳濡目染啊！我知道你儿子为什么老说那句啊，你有什么能耐呀？干嘛呀？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什么故事啊？爸爸给你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。啊，这什么破故事？这是孩子说的话吗？这是传统的童话故事啊。说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小红帽。小红帽啊，这什么倒霉名字呀？小孩都这么聊天。他去他的姥姥家，你得说是外婆啊。走着半截呢，碰见了一只狼。这什么破故事，去你的吧。你儿子站你边上之后还给你鞠一躬。那你儿子捧哏天赋不错呀。您说您着急不着急？如果真是这种情况，那是得着急。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我觉得没辙。不，我觉得问题在你。你要说在外边跟朋友一块可以当个乐去分享，但如果在家睡前故事，你连讲都别讲，你别理他，俩人躺在这一会儿。哎呦，我试来着，我不理他，我坐在那儿安静的刷会儿手机，看会儿抖音。这还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这句话谁听明白了？我告诉你，都是那么回事。刷抖音能安静的？没声，怎么刷抖音？你一刷，孩子不看见了？我刷那个短视频的不用出声。不出声，短视频怎么刷呀？哎呦，我刷的都是那些个做家务的短视频。做家务的短视频没什么，没做家务啊，擦玻璃。嗯。啊！姐妹们，把你的手放在胸口，和我一起擦玻璃，擦玻璃。不用声，还有风水视频，风水大貔貅，看这个，可以，当时我儿子那表情，你儿子也这个模样吗？说孩子，你别让他看这个，这是你该看的吗？啊，对呀，我儿子问，这是你该看的吗？我这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再这么说话，我告诉我妈，我告诉你妈刷这个，倒霉孩子，你要敢告诉我媳妇，打你。你这岁数，你现在是刷这个的时候吗？啊，你多应该背背什么唐诗宋词。哎，对，这话是对的。你考我呀，又这么硬气。哎，但凡你要答不上来，你看我答不答你？能问问吗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哎，怎么接？没毛病，秋拍里安排。你儿子就这么回？春风吹又生，一个左正东；白毛浮立腿，一个右边腿。好，全会。哎，我打。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地狠！你儿子是没少刷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都会。这孩子这样肯定是不行，没辙呀，你也管不了。羡慕您呢，有没有扯我？没有孩子呀，有啊。您没有这样的烦恼啊？那倒也是。他的儿子啊，平时都寄养。对，你看我，你等我什么叫寄养？只是我很忙，平时不管是全长辈愿意带孩子。哎，他父亲呢，喜欢孩子，是平时啊上学。
一放假送农村，寒暑假送狗。哎呦，孩子高兴，老板到农村前面跑，爷后边追，陪着玩呗。小宝，小宝，快点跑！哎，快点，慢点跑！爷爷岁数大了，追不上了，这会儿又不行了。哎，对了。小宝想要什么给买什么，想吃什么给弄什么。哎，那天跟他爷说了，我想要个弹弓子。农村嘛，那多方便玩啊！爷爷找一宿啊，找那树杈歪的行吗？做一弹弓子，好家伙，就那皮筋儿，用老多皮筋了，劲儿大，弄一天手都磨出血泡来了。给孩子，孙子高兴显摆，是，哎，我有弹弓子了，前面跑着急呀，跟小伙伴显摆，还得跑出去。爷爷后边追，孙子慢点跑。爷爷岁数大了，追不上你。你这孩子，你瞅瞅，我我爸爸跑干嘛老提着裤子呀？那皮筋哪儿来的？裤子上拆的。那不染谁家里背这个呀？那你就换一条不就完了吗？没有啊，都拆了。用了多少条啊？一个弹弓子里边得拆这么小二十条裤子。二条裤子拆孙锦蛋做出一个弹弓子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太疼孙子了啊！你爸前面跑、啊，后边还跟着十个村民呢。哎，老曹，慢点跑！哎，那孙子，这几个又怎么回事啊？你爸就十条裤子，为了做一弹弓子还偷着裤子去啊？太丢人了！哎，孙子开心啊，出去跟小伙伴显去。你没有吧？啊、想要不、啊？让我爷爷给你做一个。别做了。再做还得脱裤子去，别做了。村民说别做了，啊、再做咱全村都没裤子了，知道吗？为弹弓脱裤子。后来实在是迫于村里边的压力呢，爷俩就回到了北京。偷的裤子太多了。哎，到了北京之后呢，也不闲着呀。是。哎，天天孙子啊送上学，上学啊，家里边给做饭，什么都不用。孩子回来。热乎饭现成，挺好的。辅导作业，嗯，爷爷给辅导作业。我们家的情况，前段时间学校组织校庆啊，是，哎，要求呢每个班集体呢出一个亲子节目。哦，这时候找到您了啊，对，知道您是相声演员啊，然后呢知道您呢又是个名人，哎，你名人就行，我也就是个佐助，怎么会是名人呢？不用夸我，不用夸。怎么你理理我呢？这包袱没有。你看，因为这个包袱走了两名观众。我说我是卡卡西行不行？你是谁都不行。不是，我就说呀，什么名人，就是个演员嘛，不就是？邀请您说一段相声，就带着孩子一块亲子活动来一起节目。哎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对，让我们俩说一段相声，我还选了一简单的那个反正话。哎，我儿子逗哏。我儿子逗人啊，我儿子逗人啊，人家挺好的，我挺好的，我可没说什么，确实是我儿子逗人，就您这个包袱的技巧，就相当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，要掌声，你管着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能抄回来一个。你这个就是把包袱搁到观众脸上，让人家乐呀！你废话，我跟我儿子一块演出，是不是我儿子逗哏？是是，对吧？没劲，这包袱多没劲！还我不高兴、嗯，我能不高兴吗？你爸爸最不高兴。我怎么感觉我又绕进去了？什么叫我爸爸最不高兴？老头参与不上了呀。哦，嗨，这个事儿是吧？老头参与不上了，着急呀、啊，插着腰跟边上起急呀、啊。这玩意儿怎么难的呀？这说相声有啥难的呀？你咋来？咋就不能说了？不就反正话吗？狗尾巴花，花尾巴狗，不就这玩意儿吗？这都哪年的版本？再一个，这个口音就说不了。你看看相声的，我也能说，我也能说，这个说这就不标准，就演不了。怎么的？再说那反正话，你反应不过来吗？有什么的呀？行行，我考考你啊。我说相声，我去过很多国家，很多国家我都去说过相声，难吗？我基础的可以啊。我上过巴黎，我上过黎巴。我去过美国，我去过国美。我去过东京，我去过京东，哎、希腊我也去过，去我也拉稀。哎、
我去过吉尔吉斯斯坦，我钱都没下来，这叫什么回答？你怎么能绕到你爹呢？别冲我说这句了，就是你反应不过来。眼瞅着日子一天比一天近，坏了，临时您接到演出任务啊，是前段时间不派您去澳洲演出吗？这巡演嘛，跟谁？您着急了，孩子这个演出怎么办？你父亲开心了，赶紧走。不，澳洲人民欢迎。行行，真的，这得嘱咐嘱啊，好不容易孩子把词儿背下来了，不能瞎改。哎，走吧。你前脚刚走，老头后脚把词儿就撕了。我就知道是这情况。女儿也纳闷啊，爷撕了他演啥呀？对呀，没词儿啊。宝贝儿，爷带你演点高精尖的。什么高精尖的？知道白活吗？白活，白事儿，吃席没？吃席的一部分。白活演，怎么跟人弹电子琴去啊？吹萨克斯、吉他、贝斯，死亡摇滚啊！我说那干嘛呀？他这不是死亡，干枯啊！干，没能耐才干枯的。那干嘛呀？念经。我爸爸又不是和尚，他会念经吗？年轻时候啥没干过呀？啊，啥没干过？啊，我跟你说，知道爷不？东北你打听打听。东北，东北莫里埃。东北莫里埃，这都什么外号？哈尔滨莎士比亚，就给人干白活儿。你就听爷爷的，就这个一整上，他们脑瓜子嗡嗡。校庆带着孩子去演白事儿的东西，哎，脑瓜绝对嗡嗡的。啊，爷爷给你袈裟都做好了，小孩穿袈裟。儿子换上袈裟啊！爷爷不对呀，怎么呢？袈裟上面怎么还有小猪佩奇呢？嗨，太不严谨了。没事儿，离老远的看不清楚啊。哎，校庆当天，啊，你爸爸跟你儿子穿好了袈裟，是往这台中间这么一坐啊。你儿子满场跑啊，哦，撒铜钱儿，撒纸钱儿，撒小馒头，撒完之后跪在你爸爸边上，爷俩珠联璧合念了这么一段经。念完了之后，下这些人呢，哗，掌声雷动，骂着街就走了。废话，这不吓唬小孩了吗？但是真热闹，我没看过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啊。我跟你学学。你会？我当然了。行，那您给我学两句，我听听。我连袈裟都借来了。你连道具都带了？跟你爸借的。他准备的挺充分的。带了弄。小猪佩奇不知道带没带啊？你的。行吗？这怎么跟床单似的？这东西不用跟啊，就是床单改的。你家这袈裟上有大花是吧？没有，就是袈裟。怎么穿呀？这东西？这个就是活佛啊，活佛才穿。牡丹人多钱？我骗你！佩奇呢？对，佩奇呢？啊，跟小孩那件呢？您等会儿吧，您一个红袈裟，您配一绿西装，能配绿的？脱了吧！您真是个大狗屁呀，啊！啊，这就算袈裟了。袈裟啊，哦，这就好比那个五佛冠了。哇！很能量，很能量。这不是生日快乐的帽子吗？这，你还是个傲娇的女王。哎呦天哪！这又是什么呀？木鱼。木鱼吗？装备真全，电子木鱼吗？全捏一个，我看看吧。来，你别闲着呀，我干嘛呀？我也你爸爸捏你儿子呀。我感觉我又丢一个了，再一个我不会呀。哎呀，这都家族遗传史，你一瞪眼你就会了。来，我就跟着走呗，就是跟着走就完了。好，怎么刚才不穿袈裟的时候，我看没人举手机啊？怎么一穿上之后，怎么这手机就举起来了呢？来啊！我真信了你。怎么样？您这木鱼怎么还跑溜呢？怎么回东北冻坏了？哎，您状态。老先生，你驾鹤西去，死了。这一辈子真不容易。一不小心打了个喷嚏，一病不起，奄奄一息。打
喷嚏死的。哎，经过同仁堂、贺年堂、十一堂、协和医院、友谊医院、精神病院联合诊断得了鼻咽肝炎、胰腺炎、脑炎、肺炎、腮腺炎、中耳炎、乳腺炎，吃药青霉素、红霉素、阿奇霉素、布洛芬、莲花清瘟、奥司他韦、乌鸡白凤丸、六味地黄丸、十全大补丸、潮汕牛肉丸、红丸子、白丸子、南甸丸子、四喜丸子、西夏丸子、玉子丸子、各种丸子、豆腐丸子、酸丸子、一品丸子、天官火鲤鱼、板鸭、童子鸡。哎呦，哎呦，会的还真多。到长城就战绩疆场，寨主虔诚上香设拜。在下海主举扬声号，苦海滔滔灭四招，迷人不敬半分毫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忘在世上走一遭。远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八月中秋雁儿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有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哎，这儿来不回归。少庆演这多吓人啊。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呐、死去的这个亡魂呐、两眼就泪不干呐，两眼就泪不干呐。我婆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，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，小小肩膀大大书包，上呀上学堂，新的时代新的主张，新新的模样，快乐学习德智体美，个个是强项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哄哎哎哎哎，一步踏错终身错，下海伴舞为了生活，舞女也是人，心中的痛苦向谁说？痛苦向谁说？向呀向谁说？向呀向谁说？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哄哎哎哎，心在跳，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，温暖了我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，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哄哎哎哎。我没开，我没开，不是彪，不是彪，不是彪，我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哄哎哎哎，阿克库里胡呀胡奔，什么都有啊，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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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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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阿克库里胡呀胡奔呐，滴答啦嘟啦呼啦嘿。我佛爷如来爷，妈咪妈咪哄哎哎哎，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，我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，不论你是男不论你是女，不论你是老头和少女，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我佛爷